啊？暴力体验，你还看到他是认 IP 的，是不是？本来去是杂服务。玩日常线上游戏，叫我玩 PS 要玩不如出来喝。这 FS 是没有没有 NGS 啊。那也要改版，它快6.0，今年就要。可是 FS 是那个不是要超级多人才有办法打一副本。平常四人副本，大型副本的话，大型副本要有到12人的话，只剩下这两个影片可以刷。三个祖玛都没资格，惨。远程减伤48，啊，伤的。虽然说这关应该比较容易被揍死。没有啊，他有一堆流星也会揍，会把你撤死。也是。那远程减伤包含队友的武器？你是不是想？我的 sniper， 嗯。哎，我有一个荧光棒可以更亮，然后更久才消失。哎，上一次你不是玩荧光棒战神吗？一样是 GTFO-B1 online， 可是可以把可以完全当不同游戏看的。差不多，打的 PSO2 的物质的开放世界游戏这样。哎，你帮我看一下这第一个是什么？第三个是第一个。第一个是那个你。这个大概是第三个是增加回血速度。然后就关掉了。你第三个第一个是你救人会比较快。然后你补，好吧，补枪具跟补弹药会补比较多。简单来说，你就是救人要补人的是什么？第一个多吃了5颗蛋白质，可能是我没有吃我历经的宵夜。嗯，但现在又不能吃，然后一吃就有人醒来，有人醒来，然后就开别人宵夜都啊，然后就开别人，开别人，啊。都长大出社会了，半夜还不能起来吃宵夜。那你就你才知道。就是醒来，然后怎么跟我扯不久？对啊，应该正常是这样吧？正常应该这样才对啊。财政娘，我的嘞。等一下，你为什么要 take？ 你为什么要讲我弟？没有，我突然又想到我之前帮他取那个笑，打错字的那个，我还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件事情常常发生在我家，而且都是我姐对着我弟这样子。你说财政娘？不揪，我不揪。
十三夜怎么不救？他看到可以加一。哎，我跟你讲，我弟离开房间，他要下楼一定会经过我房间，所以我都拦得到，但是我姐拦不到。你们可以偷闪得到。我们每一次打第一，每次打这一关都会在第一区触发一波。除非他爬窗户出去啦，要不然他一定会经过我房间。倒霉吃宵夜还要爬窗户出去是傻笑。出发了，出发了，哪里出发了？干不会吧？靠呗！我有肌肉男，一定拦得到。干你老师，我已经开始被咬了。可是他出门声音也太大了吧？经过你门口你就知道了。只要我醒来的，我就醒了。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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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吧？哭怎么哭？那哪里呀？还有？哭啊！又吸奶，台版的指定居然搜寻得到 FM。喂喂，呼啊，送爽没 ？Slowly 送啊！哎，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我先放这。嗯，好久没看史丹利了，不然我来看一下史丹利好了。又是这样，这就是 Top Gap。E-Red。每次我们把上路打爆，下路就爆炸。每次我们把下路打爆，上路就爆炸。哎，魔王的钱也耗太快了吧？差不多。魔王基本上全部的资源都吃钱了。哇，那钱也喷太快了吧？没有钱可以升级耶。刷。好惨啊！真惨啊！我跟你说，魔王。就是缺钱，对啊，可以用钻石换钱吗？可以啊，我建议你换那个每个月的那几个就好了。每个月的那几个？我建议你甚至根本不要换。你说我买月卡吗？不是，就他那个交易所有那个每个月限定给你换几次有优惠那个，最多就换那个就好了。哎，对啊，那时候是谁输我的那个？所以说我的那个吊饰卡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今天去买了那个包底了，保了那个回来，然后就他送的那个，然后我就拿那个有可以换的那个十抽券去抽，然后马上再抽一次回来，真他妈的，早在就买了，再抽一次。到底活动开放二阶段会不会给我偶像一，会不会给我海滩一部呢？海滩一部没有在这一次的手抽里。那八十水晶只能换几万块哦，太少了。没有。你能打六十级的刷钱关了没？都收完了吗？还是？还没。有还有想只能打到四十五等了。我跟你说，能打到最高的人刷钱关之后，还是很缺钱。没有触手。我现在才三十九等啊。那你前关跟今天关就每日票券一定要打掉，剩下就有啊，我都打掉了。那就继续推你的活动啊。两只。啊，我的设施都死的。就，对，再来就打不动了。继续刷啊。没有啊，就继续刷，你还要刷分数啊？你分数刷完了吗？你交换物刷完了吗？还要刷分数哦。对啊，你分数刷完了吗？你交换物刷完了吗？你那个拼图刷完了吗？拼图，拼图要怎么取得啊 ？What the？ 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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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了。那拼图要怎么拿？拼图目前是……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忙。现在只拿到两种那个道具啦，之后的要等活动开第二。后面来。不是后面哪里？后面没有啊？不是，没有，不是后面，不是后面。蹦！
剩一只，剩一只，两只，里面的也行，里面写的，里面写的，里面都行了，里面都行了，三只，机关里面写的。背后，背后，背后，侧脚前面。哦、oh, ，sorry。反正少爷，你那个现在活动的话，基本上你的那个叫什么拼换拼图的那个，你只能够拿到其中两种而已。啊，接下来的要等16号更新开第二阶段活动。啊，如果你急着想要换抽卷的话，你那些酒、你那些啤酒跟烤鸡肉串，就是全部都拿去开猫的拼图，因为猫的拼图只需要这两种而已。啊，其他的另外三个基本上都是活动开二阶段之后才能够兑换的。啊，你只要打开一片拼图，它就送一张一抽卷。哦，我这边还有关啊！你基本上干到猫子，你还有12抽，就是这样子。算了，反正我就先把地图推一推，50关54打一打。对。哦，最近也太多了吧？你们有解锁的吗？没有，我正在解了。没有。因为我这边有一个 要那个用草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行，好毒了。二十别，太好了，没事。哭啊！哭啊！我听一下这个。我知道，我听。怎么了？你前面有什么吗？太多次了。可是那边有一箱。你可以上去看一眼。哎呦，怎么那么多啊？就是 ，E D， 没看到，再一次。等一下，我先给你玩一个。哎，是真的很多哎、欸。是兔吧？都在 D。嗯，都在 D。哎，不行，是手电筒。你们刚刚拼到那一箱，就在这一堆怪里面中间。E 带头上，我去捡。啊，兔。昨天在楼上。哦。没有，我手电筒我有。哇，这个也劈，这个要用巧的。我应该赌吗？等一下。哎、欸，你敲了他醒了，第一个遭殃就是我。这天我在蓄力了。干。你敲路，他有事，我就要直接打开这个，然后跑出去。你那个是要敲的吗？对，你刚才拼到这一箱，我看一下要不要敲。好像不用。对，我这箱不用敲，我这箱不用敲。那你先开你路去，我再敲。你在楼上敲，应该楼下应该很难行。没有，他上次改了，在楼上走路下面也会行。是没错。等一下，我先站起来。没有，你可以先。我有没有？先敲一下也算是。我敲一下，他们有听到就行了。哎、欸，哭啊！我捡不起来，好，我要先把那个毒包吃掉了。是。哎、欸，算了，我就都吃掉了，都只有一包而已。OK， 兔子拿掉了。那你 OK， 我就敲了。好，你敲。你不下而已，没事。你那是钥匙吗？哦。我现在要想办法出去。哎，龙锁器啊，刚刚没开的箱子。太慢了，我先敲完。哦，我活得出来了！我操，关门，啵啵。我需要加地。
二。Okay. This fucking 地形 just don't quit. 直接跳过头，直接跳过这栏杆。我说这间中间有一个弹药包有人捡吗？箱子都开了吧？有一箱开了，但是没有捡的。中间？楼上吗？中间梯子哪里？大箱的。反正就两箱嘛，集中一箱对。有吗？没有。哦，有了，两包。要补吗？这也是掉好了。那我要一包。要带回去给你一份。对，够了。走。Get him! Get him! Get your fucking ass in the sofa. Get your ass back here. Oh yes, sir.遇到一群怪人，哎呦，大只！不然那大只飘前面了，它是飘鱼。打包，打包，打包，可以看一下。不是，他刚不是隔了一个。对啊，我也被吐欸，他是直接飞到我面前挥了一拳欸。我刚看他也是飞跃，混大挪移啊，点两下，还有大点大点，大点伤害就没了。没子弹，哭啊！你怎么还有？搞起来！加加加加加！打你！你看我的地狱在哪里？我希望你死在空中。我会大只神奇的，哭啊！哪里来干你的？有人摔死喽！被大只的，我几乎忘了这个游戏有多火。太久没玩了，几乎忘了这个游戏有多破。哎，这些枪火太爽，让你忘了这游戏有多破。就大致的没事。我刚刚是在爆他的头啊，可是。对啊，他头，他说头是不见的，没错。就迷我不敢死完。有看你们的第二枪，把他的下半身都打掉了。那你这打头应该是会死。这间六。应该有七只以上，外加助手。助手，应该在这间。是的，在这间没错。五包四包，本来要包两包。我怎么没看到助手呢？
触手进入我的视野。哎，碰到狙！妈的！哦 no！ 我先把这间房间里面的敲死。哎呦，这房间里面很多、啊。多的还好。哭啊！瑞老。放下去。外面的来了。对哦，有火，我都忘记。哎呦，很多只。非常多。哎。哎呦！屁嘞，这会追啊！没看到鬼，也被打了。那我把他打死了。刚才应该最后一次。What the fuck is happening now? Everything is gonna fuck you in this game. Yes. 太久没玩，几乎忘了这个游戏有多破。好，我发现刚那只我以为是不赢的，其实是蚊子，我已经被顶了。我好厌。我不要先补吗？还是等一下补？可以先补啊。对，一人一包。Bioskin, it means get over here. Wait.有两只哦。嗯嗯。我说门外如果聚到它里面，另外一只会死。会吧。而且聚到。那我说，在门外就算另外一个房间啊。啊，如果另外一只，你还在范围内的话。有啊，会醒啊，他们去过。今天是每一间都出发，你看。我觉得这把凉了。而且是凉到不行的那一种。我去前一间哦。哎，好多只。对啊，好多。救命！为什么没音乐？因为他们是赛特，他们。后面啊，不要！我先去把树头解决掉。哦，
妹子在。起来要跑啊，我怪你。哎呦！太久没打，真的太久没打。对。大致大致大致啊打 Goodbye crew world 给现在看现在看一下那个中区的有没有今天看不出中区的有没有什么忠实观众有没有进来看我们受哦没有应该没有吧对没有太难过没事他已经知道我们很烂了喂我大致没被打到卡米你的差劲啊！哦，不对，我没有差劲。我的差劲。上个厕所先。你看一下我第二个的那个第二个的第二项是什么特命 Lock them well. Find computer terminals more responsive. 你比较好找电脑。对啊，我是买一波的可以。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条。第二个。第二个，我不知道。你等下看你看电脑是有什么差别的。你说第一个吗？第二个的第二个，第二个的第二个。那个吗？就是我想是不是那个你拼东西还是什么的那个？都拼得比较快，可能是哦。哎，还是哦，可以找到更远的地方。好吧，更远，那就是不能跨区找啊。没。这样的话，他应该不是写帕数，他应该是写那种隔一区，就是。I'm back， 应该是不会有，就是这样没有意义啊。应该是你搜寻的那个指令的数。这个应该比较适合那种。不是有一种是要输入很多组密码那个，会一直出关那种，读取比较快。嗯，他那种不是，对啊，我觉得那个都跑慢了，那个搞不好会比较快。真是啊，又这个，好多八九啊，都是。
说好的小心对待呢？这螺丝掉了怎么办？看那个螺草已经被锁到烂掉了。螺草，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就我锁螺丝的地方已经烂掉了，不能再锁。你要锁什么？就我的键盘架，那螺丝一直掉。啊，如果我不锁，它就会那个动来动去。最近有一个像一个什么备份的米老鼠，米老鼠，为什么他醒了？啊，他好了，待会有时间。JQM。做你先吃好了，刚好三包。哎、欸，哦，我吃一包。有三，三，那在另外一边。这个蚊子在我脚上叮了两只脚都各顶一个，现在两只脚都。你是不是很痒？超痒的，但我又打不到。哦，手电筒，龙锁器。龙锁在那个楼下的箱子，我去拿。大师，你要来拿吗？还是我背单？你可以拿一棒棒，我放到箱子里。触手是这一家吗？是，是的。我没听到触手声的声音呢。我触手在这一间吧。啊，飙了。这间。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间。可是我听到他们声的声音。是吧？
有点多，不要冒进啊！子弹在 A。好强啊！嗯。哎、欸。嗯。是我在 B。嗯，看得我心惊胆战。然后 ，medic 在 D，A、B、D 各有一包。真是太多只了吧？很强。很多很多只。不行，我就楼上先解决。先去解决楼上好了。E 带 C A B C D 各有一个东西要拿。不行啊，楼上连四只连在一起。不然东西拿一拿就出去了。去敌难。第一个补包我拿到了。顺便去洗拿钥匙好了。嗯。哎、欸，敲地板了。还没死，还没死，再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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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事，没事，没事。哦。你后面那有东西吗？没有的话，就不要敲了。Quiet. 有啰嗦的气。那你就回来吧，你不要理了。可是有那个、欸、还有吗？一文拿到了东西 A、B 各有一包。这里是几？那里要背什么？那里要背什么吗？我还可以再背那个那个工具包。我来拿，我来拿。啊，如果那里拿完就剩下 A， 有还有一包子弹包子。这里是 B 啊，对吧、啊？你 B 拿完就回去 A 拿子弹。好，我拿到了。A 哦，子弹在 A 哦。嗯。嗯A 有子弹，我拼出来是在楼上吗？这里吗？这楼梯、啊。差点漏看了，这个。Shining thing, in front of you. Yes, it does. 咦，我记得会出大字的，然后加高一点来炸大的。嗯哼哼，嗯哼哼，
前公司打卡中，不知道为什么那打卡时间到的时候，他变成在吹那个国军早安号，超白痴。国军早安号。Army. What's your mark? 这感觉就是绕一圈然后到一楼。Get your ass back here. 好夜色。给还在上面吗？不好意思。哇靠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啊？这什么烂点？这什么烂点？我掉下来了。靠呗，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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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墙壁啊。还有一个点在哪？在我面前。点往上跑，点往上。哎，为什么？阿干！我恨这个烂地形。哭啊！我恨死这个烂地形了。哦，血哦！我要去亮地砖。我要去楼上。那边好多、哦。我要去楼上，谁都不能阻止我。哦，我恨死这个烂地形了。你快点不要退了，我在这里了。嗯。哎、欸，为什么？你被狙击追。为什么狙击枪不是不会开小子的吗？会啊，会啊，他一直都会开小子的。他是什么都会打，他只是追不上小子的速度。所以色小被我的狙击作枪打死了。哎、欸，我刚刚91滴耶，他一发我就死了。差不多。嗯，证实他很痛。等一下，等一下。阿斯，他那两个就像抽筋。可以的，我手上还有一把。所以我刚才蹲在这边不敢过去了。哇！我这是去做枪，只射了一发就把射了，射死。关键一发。之前不是有人跟我讲说，距离做枪不会射小时啊？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没有人这样讲。哦，我每次都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距离枪都没开枪？好像有人这样回答我啊。我没有，是他跑太快。我是跟你讲反过说。是因为追不上小只的，专门打大只用。啊，大只走不是走比小只快吗？没有，这是没人的情况吧？本质未。这边是不是又有出手了？对啊。啊，我要当战士了。这间十只以上。你是不是想？放弃了我。快二十把干掉！那你帮我敲旁边。哪里？在我前面。
一只一只。嗯。解除了吗？解除解除，没事没事，我这没事。那小智还有吗？小智还有，剩一点点而已，看你要直接打射掉。哎，靠呀！两只三只，三只而已。三只要把我咬死了，救命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剩一只。我听到射击指令就是Why you do this to me? I have no fucking idea. 西瓜头，西瓜头米就丢了。西瓜后面没有六十八血。这有一个。跟你讲，当你变成四十滴，你一切都看透。九十瞬间归零，真他妈的！那枪直接把你打死嘞！真的，我怎么很讶异？被变不见了，就跟那个一样，共产党啊！就是直接让你明天就消失，原来是被自杀，没错，料中可期。直接消失在地图上。党要你消失，不得不讲。等一下几炮？还有怪吗？还有怪吗？这个白点。哎，我们还有三包可以拿。哪里有白点？这个墙壁。六十坦克开出来，蹦蹦蹦。A 弹药包没有敲不到。B 弹药包就在上一间吗 ？A、B 都有一个弹药包。A、B、A， 然后。B 还有一个补包 ，A、B、B 各三包。那我去吃 B。哦，这里有箱子。弹药包拿到 A 的。这有两个储物的。你说 A 就一个吗 ？A 只有一个，然后 B 两个。都拿了吗 ？B 还有 ，B 总共两个东西，我不知道，我刚来 B 而已。B 啊，刚好像有人捡一个了。哦，我看到另外一个弹药包，两个。有人不要缺吗？不然我先吃一包。我缺补啊，身上两包。补在那个 A 跟 B 都各一包，你们都拿了吗？应该是 A 我拿弹药包而已，所以 A 还有？不是啦，我不是在 B 啊 ，A 跟 B 都有的是弹药啊。是啊，我说 A 的，我刚刚跑去 A 啊。那 B 的补拿了吗？拿，哎，刚有人拿吧？哎，那啥？哎，刚不是有人去吗？你就没人拿、啊？我刚看有人朝这里过来，四包，我吃一包。那我也要一包。好，你吃一包。哎、欸，你补比较多。那应该都给你补上，补、欸、就好了。那还有一包谁要？你会补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三个吧。他补工具跟那个弹药比较多。来，再来补一个。阿莫吐我。没有，你三个都有。这天，来了。那等一下缺血中给你补好了。
你专业奶吗？你专业喂奶？Default。Default。哦，我在那里。助手剩一只吗？对，剩一只。那小怪还有很多吗？三只以上。啊，等一下。你这边在看助手旁边就有两只啊，一只还两只。Watch out for the feeders. We do not want that. Don't wake them up. This place will be swarming in a second. Oh no. Oh no. Oh.可以用天翔龙闪吗？不要好了。I highly recommend you no. 哥的距离好，距离好刚好哦。你要狙的话是可以，一个身受面前是一只而已。那你把它跳走就狙掉了。可是我现在正面了。天翔，好，不要好了。我忍住了，我忍住了。那我真的好想掉下来捶阿头。攻击榜，我到95，那等一下吧。我这里有一个包了，我自己吃。等一下，那张四小位会比较多。晚了，我已经吃掉了。吧。可以。还有吗？四小喂奶能喂多少？喂多少血啊？是有那个西风，就不然就是你 tap O， 然后43%，这样是六补包，就一补多43%，20可能就变成28这样，你就当成多两成就好了，没有多四成，四小刚来喂奶啊，快来帮我喂。这小我要吃奶。那我的第一个是谁？这个喂谁？你就看谁空就把它喂。这一件哦。哇靠！等一下你一口可以喂我31%哎。喂吧。82。这一件哦，这一件哦。好好吃哦。你直接喂30%哎、欸，嗯，你是专业奶吗？专业喂奶、欸，连续预防性加一分。现在是剩下这个特殊弹药就没了吗？嗯，啊，这件我没有收。龙锁器，有人带龙锁器吗？我带西风，我带龙锁器。这件是跟平常跑的不一样，对，楼上那件。这里还有个西风、哦，我有一个。要龙哪里？要龙哪里？你就等下楼上。沿路都要龙。留着龙猛门。没有，是另外一间呢、啊。我只有两个、哦。这间不用龙。不用。我只有两个、哦。确定是吗？等等，这间进去怎么着？往楼上走，左边楼上会有个门，右边，右边，好，走，边右边，走，门打开，会有一只怪，有点距离，
一只而已。我只收到一只，远一点应该有别的，照不到。哎，不是说右边吗？楼上啊，楼上。啊！还没死哦。不要再动了。来啊，这边没关，阿四，你关。又关门了。这里，电脑在这。几号 ？HSU。七，这就找到了。哪里？老子，那过来。快来喽。你冰不住吧？可以的、啊。可以吗？他把他踩到就可以了。哎、欸，冰得住。嗯，可以啊。哇，运气不错啊。哎、欸，破门了、欸。在哪里？遥远的地方，我让他进来好了。哎、欸。哎、欸，还没死。最好注意，最好注意。开枪了吗？是，准备想要跟他讲，最好注意91%。背后。我操！我直接被嘎一口42D。这小子会有阿莫吗？操你妈！这也太大一口，好痛哦！好，带包。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安全的收东西？你要看怪有没有醒？我直接拼物资好了。这件是96吗？嗯。Oh no！ 大只。我看到了。等一下。等一下。解他吗？还是搞不好后面根本没有东西、啊、哦，两只大、嗯，一个阿莫在狙，所以还是得解这两只。一个阿莫在低。还有吗？一个 medic 在 GDF。DF 都在上班，你们那边的样子。嗯，你说你狙击可以穿透吗？狙击不行啊，不行。狙击有弹法而已，但他连大致那一种爆头，告诉我这个可以把触手秒掉，那大致特别秒。我秒不掉啊，那你应该是更秒。不然，我最早我是打，嗯，我那个时候是打正面打头没打死啊，醒着。我想试试看的，因为我将这个我这个角度可以一次打两只的头。啊，你是打、啊？等一下啊，现在老站的位置，其实池田的位置很危险。我相信西瓜。啊，等一下。啊，我相信西瓜。我觉得他不会死，你可以，你最好是拿着枪瞄他。我已经瞄了，我已经在瞄了。有死吗？没。哎呀，我哎、欸，怎么还有？所以变成两只都爆头，可是没有死。嗯哼。哎、欸，还有这样子。哎、欸，没有，这是什么 B 区？这里是 DD 有一包要拿 ，F 有吗 ？F 有 ，GDF。F 有怪哦，我这里是 F 吗？按腰包。对呀、啊，对呀、啊，二十斤。
前面有四只大的连在一起。我这有弹药包。对啊，对对。哎，之前这给你捡，我没有捡。好，我来了。你捡了吗？那也是狙捡完就没了。好，我拿了。那就走。那就没了。还有怪。那我走没有怪的路。Oh no！ 你从后面吧，后面那边没有过来。嗯，你最近有过来。然后现在走那个很难受。很难受的。或者每次打这件是不是怪都出在起点的那边？反正我就多加嘛，七点多加一点。嗯，我加个一高一低好了，大的就加大的。没事啊，没事小。嗯，我补包，帮那个你帮家人补给。走。啊，你扣一包丢进去，我再帮其他包子。扣一包丢进去。嗯，然后我手上还有攻击包可以用。我手上的是阿嬷，有两包。阿嬷我看是还不用监控着吧。嗯，这是干嘛的？讲电话用的。A 五十。奇怪。哎，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工具包可以再补。还有一个 C 缝，你要不要 ？C 缝我赶过拿了。你说第二个吗？嗯，那个还不用，都还没用到，就十天开那一枪而已。哦，你说一枪把你射死哪一个？对，从头就开那一枪。我帮你把那个阿嬷，你把那个 medic 把它掉好了。不用啊，等下有损失。现在都很满。真的，而且你一口可以补30%，超爽的。对，我们到底是守哪个门？踩很多个点的那个门。嗯。开96，以往会90%出几点？啊？几点在哪里啊？左边。我开96的。96的门通常守在街会出到几点？为什么你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不知道，你的网路死掉了。耶！你把 DC 重开看看。而且你的机箱先架好。我机箱架哪？架有很长的地方好。又是一条长长的。很长的地方。对啊，这两蛮长。我甚至没看完在哪里、啊。嗯，在那里边。刚打过去应该可以打到个什么东西？哎，这里这里，你不要在上面好。然后朝这里，上面，然后朝我这，然后你要站上去加，不是、啊、旁边那个箱子，
不是你，你右手边右前方那个墙，对吧、啊？阿史在哪里？这上面能架吗？可以啊，这上面不能架啊，完全不行吗？只有一个，只有一小块可以架而已，它只能架这样。射到我这。我看一下能不能射你那边呢？不然你干脆从射角那里射过来就好。我怕来不及啊。不会啦，反正捅狙击枪射到都会死。对吧？那好像可以。好啊，那你从我这里射过去。哎，等等等等，我可以，等我一下。找到了，小小点，超级小点。我知道他有没有，对吧？他俯角可以射么、啊、射么底吗？有啊，他有招到、啊。没有啦，他大只那么高，小只也不低啊。哎呦！去了。西瓜嘞？西瓜蛋啊？嗯？啊，没了，来了。他泡泡丢了。吃片。我来了。好 ，Go Go。是那个淡黄色的那个吗？左边哦，橘色。看，深红色。放弃参与这次讨论。黄圈难题。楼顶，我们在彩圈。我在清关。还有吗？楼顶。上面还有一个。还有。四，总共四次。结束了，好起来！哎，可以多。靠，没子弹。我听到大致的声音。嗯。大致是。呜、哦！惊吓！刚是真的差点我就死了。另外一个门有出吗？我去搜个地。我不知道，你看一下。哦，没有，这个门没出。对，我放泡沫的地方完全没有出关。所以你确定，只要。九十六门一定是出七点的那个 ，maybe， 一直跟你讲要说。啊，我在找，不过我枪在哪？你枪有少吗？我开门了。你枪有少吗？我枪少一半。好、哦，怪太多了吧？我枪一发都没开。那你要不要干脆把那个东西包着？对啊，因为那边没声哈。对啊，就阿史刚有射小这边，那一发都没开。你把那个工具包出去一次啊！我记得不测量。对。我这里的是阿诺。没有说射小。可是，等一下吧。啊，不然你先帮我把这个给这边。哪一个给这边？一包。这边呢？在你后面。哦，直接补31吧，真的有够爽。哦，工具包我先扛不了。你地雷不吃吗？要不然你等一下给你，你再帮我。
很多怪哦。很多。嗯。很多。不然我们把它炸掉了。你要等我怎么炸？一点散。我去前一间架个地，找一个地方架个地。换一下。可以啊。我去上面那间好。直接先过去了。哦。有单间或是要不在？我记得 B 数有怪比较好，你去另外比较好。门开的，这场上应该还有怪吧 ？B 有吗？消失了，看起来是没了。这点好，这点我就加这点了。帮我把门关起来，让你开一下。哎，这里会有的怪是大只的。不是啊，你架是架外面这一间吗？我们躲在 B 吧。我是怕 B 里面有怪，然后他就死掉。我是没看到。B 没有啦。哦，都是一哦。好了，我两个门都加一个，看他们走的。不用，我们站在这里，他就走这把，这是短的。不一定，反正都加嘛，不要，那最后不要用不到就会锁起来。狙击坐枪有穿透吗？没有，都是一只。嗯，好了，我加好了。好了，那你等一下跑往这小那边。那这点你也到底在这小这里？我们这小那边跑。你看地图，看地图。我们没关，你自己关的。进来这里啊，我就把它关起来。哦，好的。那不要让怪离很太近哦，因为地雷是已经加好了。这里上得来。原来 GTFO 也可以踩墙壁啊、嗯！没有吧，那只是刚好他墙壁有个窟窿。可是当有点散。嗯，是真的有点散。很多，五只，六只。Reload 哎呦 Loading 在你后面还有一只没了这下我缺阿莫了，有阿莫吗？有，我有两包。这下嘞？没事，我还是看我的眼睛。只有五包。只有工具包。好了。I need your ammo and your tool. No ammo. 你可以先帮我捡，帮我把这个tool给我。tool要干嘛？给我。那然后再给我一把ammo。
之前是要什么阿毛？没有，我只在看你在干嘛。我这个工具包是五包，五包的。那不然我把 Medic 放在这里，我把这个扛走。Medic 是两包的。Medic 要不掉吗？还是你把那个你的阿莫给直铁，然后你去点。前面一堆。好，这两个蹲在一起的，就是可以一箭双雕。在输，是阿摩工具包，哇，方哥 key， 干他屁眼啊！七除了触手还有小怪吗？七，出气好像没有，没有，那我就掉了。嗯。阿摩，阿摩。阿莫，阿莫现在有等吗？这个阿莫，那怎么办？要扛着走吗？走那么多阿莫，得给我扛了。那不然补一补啊？好啊，补一补。我让再给我一包。我也是五百。嗯。还有阿莫，还有一包。你给我看谁有。有没有60的直接给他补完？秋天，我已经满了。我身上有空位，哪边用呢？我已经几乎是满的了。这里还有补包，四包的。四包？对对对，细胞在前面。溢出来了。没办法，楼下还有。哎，这里还有两包哎，二跟三的，然后这有一个四的。我这间没了吗？没了。这里还有一个，这有个二。不然习惯你扛这个多一点，对，扛这四包的好。四包。啊，这个二跟三的，看要不要直接吃掉。这里还有啊。不然这个先放着，就记得放个 key， 这台旁边有补给就。等等，我的先给吃点吃。两包而已。哇，我180嘞，好饱、哦。好，就这样。那我们要去哪里？我给忘记这里了。先开门吧。嗯。椅子裂开。哦，漏的。那。我先在这里加一个地儿，等下可以把怪人在这里炸。哎、欸，这样，还有这样的，干嘛？哎、欸，又不见了。他是开门才伸过来。差不多啊，不然他会占资源。哎、欸，好啦，我就用引的好了。对，我把出口狙掉，拿把引出来。可以，我等下我先回去。你们先去那边，我把它狙掉。好暗哦，看不到。
角吗？我旁边有怪吗？我再往前一点。眼前吗？看我的杀人 sentry 又可以出来了。死角，死角。要等一下。就是上下折。啊，跟那车小心一点。哦吼！亮淼，先把那锁敲掉。哎呦，大只的！那还是我要揍死你。错了，是你。工作去。哎，我这里还有啊。啊？我这里还有怪。怪。啊。那应该一两次的吧，把他打死就好了。可我怎么下去？还有挂吗？你楼下跟楼上门这后面很多把，把我解释很多，因为这个点变得好小一点。对啊，我们现在来这里是，感觉一路往后前进到桥那又要发生，是这条路吗？对啊，只能往这里走了，而且还有触手。让我看一下。这些小红点都是怪，二四六八，
八加一这个出手九。我想我每一个门都先加一颗地雷，然后再把树给逼掉。你那边是没怪了，怪都在我这边。你那边是敌吗？七，七啊，那敌都有零八七。可是助手这个听起来在敌耶。那你开枪啊，切开。这样是对的。楼下也是敌哦。没有。那怪都在西。声音还是哎呦，还是机关那边已经开门？没有啊，我没开，有没有开过了，开过了。啊、哦，喂、就是哎，没有，这里另外一区。哦，所以西的小房间一堆怪啊。那西先不要进去。那这个裂缝里面呢？两只而已，我现在只找两只而已。瞧，在一起的。两个进的，一直在后面这边。容锁器，武器。哎，那是触手吧？这间触手，连触手是有点多。除了触手，还有其他的？有，很多吗？我听到我要咒死你。那一间是什么 F 啊？不知道。关门看一下。F 是我们现在这一间。那哪一间的 G 啊？看到助手了 G 吗？可以。哎，他跑掉了。G。我被咬了。两只而已。八千。反正那是我要揍死你。开枪就好了。说的狙啊！红包，开枪的狙击体快用完了。还有，最近是什么阿耀？哎，注意，赛德。哎。这件事一定要来啊！桥的那扇门就在眼前。防守的是哪一个点？哇，两只哎！小只的吗？小只的。这一只吗？哦，这两只。你是不是想？这样可以吗？我其实不太知道他头到底正确是哪个。断、啊！这！我本来想用右键。放掉就敲他，推了他一下。你们等一下敲的防守点是哪一个？还没到吧？哦，还没到，还没到。最前面那间就算了。这里是怪声在这里嘛，然后怪声这样跑过来，跑。好，那这一间就不用了。又走过来，门后一只。两只，
边正面，这边正面，正面吧，你先看正面。楼上还有，楼上有两只，起码一只啊。哎，阿水，你刚刚说 B 有怪是不是？你看地图，这个，那就是这个吗？等一下，不是那里的，我说这里。哦，哦，452B， 453B， 反正只要手的位置是我这里啊，我这个点啊，我正前方那边还有一只。哎，那桥嘞？桥旁边而已啊。那先让我再上车。你说哪里？桥在哪里？这桥要开一个大门。我感觉位置不太一样。对啊，我觉得不太一样。我去厕所一下。哦，没有了，这里了。这里啊，这里才是要守的地方，才能告诉你。一个桥上的正面射不死的触手。上次是因为大致的醒了才急着，反正这次我就举杯命就对了。最近有怪吗？有怪啊，有怪啊。没了。走过来了。门裸交线打开啊！这贴过来，哼！所以要你自己射吗？就跟你一起射。啊？要你自己射还是我跟你一起射？我自己射吧。跳出去看一下吧。
这叫什么军事酒啊？干嘛不是？You stuck on the toilet. You stuck. 从这边看那只真的很好笑，一直走过来走过去，他就会把我们干掉。他走的姿势比起一般的助手，感觉更那个猥琐。一种就是那种老头走路。嗯，那我再不回来，我们快暴毙了。你现在走过去射这条一枪。我是连眼睛都快睁不开的程度吗？那、哦、我知道，你去买一个火，你去拿个火场之类。让自己吼一下。哎，吼啊！哎，嗯，又你回来了，那里怎么过去？这我们等一下是站在哪里守？太美了，我们要先把桥炸了。你们不要管哦。我肚子好像还是很痛。先找一个那个让你不会拉肚子的那个器吃。来，看看看看。哎，买货直接狙死他。还没死哦。哎，就一次而已。啊，东西都先开一开，我先不吃。先从后面的。哎哦，看到了。为什么那还有一只？
我就这样走过去，直接被吐了一下。哦，我刚才是在那个啦，在那个隔壁房开，所以里面没洗。太过分了吧？可惜奉者呢？哥呢？连怪醒醒！哎，看来不行了。两个 C 凤，他去哪里？睡着了。他等你等到睡着了。干这老师啊！真的哈。我不是去上一下厕所哎、欸。上好久、哦。很糗。啊行，我放着。你回来吗？啊，你回来了。我直接昏倒了。真心昏。那这家你等下直接去里面把有的包先帮我们补一补，这样你补最补最多的最深。啊！打起精神，打一波了，打一，没有错。上次那个要守很多波的，好，来，我看，西瓜先补两包，什么东西吧？血，你刚才先帮忙，再来整，速补速补，然后，子弹谁要？这里有一个两包的，就不要。哇，你那两包直接给我。啊，等一下工具，工具再帮我补一包。早上有没有少一点？我身上四包补血的，你要跟什么换换吗？没有，你直接扛着就好。扛着。嗯。八八。这样八八走起。池田，我先帮你补吗？我都不用了，因为而且我身上还有两包弹药啊。不是啊，我有那个。这下补的比较多，他可以直接帮你补。嗯，好了。不是，我是要帮你补。哦 ，Sentry， 啊 ，Sentry， 人阿史，你最波尽量留个两三个月。最后一波留什么？地雷。欸，这里有那个野生的，我先留个两三个。如果撑到最后一波的话，最后一波就把门关起来炸。嗯，第一波他总共几波？几波？七，一波会用到两颗左右。有时候不一定要用到，像我觉得像前面两三波应该不用叠。那后面有那个大怪来，有那个大怪来的时候再炸。那我从第几波开始加？三吧。行，看一下哦。那我家有七颗，那三我加一颗，四五六。你要包含把那个不行不行，我这样一些工具包含要补在身上啊。这样往一趟回来，我要至少补一次工具。因为比起狙击做枪，我觉得人家地雷炸的效益更大。也得看做一波，你要前进到。前面的上门房，
那扇门，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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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地图看一下，这里有。看一下。哦，这扇。嗯，第七步的时候，如果那撑得到，我身上扣一颗细缝，留在这里好。我觉得前面可以放的地方很少，放哦，再加点放，没差，包的。这店你要先去加个坐下。两包。有点难啊。我要加上次那个地方。嗯。我要朝外射还是朝内射？今天才把射角射死一只。你朝内，我朝外。确定哦，我朝内哦。怪那么多，应该是 OK。行，然后，机关你要不要也放一个气缝？这样都可以。可以。我身上要扣一颗，然后剩下给你。对，这还有两颗。哪一个？好像前面不够放。没关系啊。反正最后面的比较有就好了。我觉得时间是够了。好 ，OK， 我确认一下旁边还有什么。旁边还有一包弹，一包弹药，一包工具，三包弹药，四包弹药，两包工具。有那个工具很少的，直接帮我把那个地雷补满。嗯，这个两包的帮我把地雷补上。你一包就超过了、啊。我现在七啊，虽然显示88%可，但只有七颗。就我自己，啊、我自己吃。你不后来再拿吗？没有，我怕来不及，我先吃一个。第一波是来得及啊，但我是从第三波开始加、啊。哦，我满是八颗而已。等等。哎、欸，那不然你现在补了吗？我补完了。哦，好吧。我想说你去敲商家一下。这也可以啦，要闹价吗？你现在身上是？我加两颗再回来把那一包的吃掉好了。好，你要先敲商。没有，我先加那个敲商一把，万一。不然刚刚都来不及退，你敲往前加一点。不然刚刚上次之前每次要退到第一个轮的就是。哦，两颗。还是你要三颗？没有，两颗再吃一包。补两颗，我来。但是习惯要输入。嗯，那个我们坐枪满是多少？四十八。嗯。没事，我还选的。你是真的快睡着了？真的快睡着了。Rudy sleep， 这个没得关。
楼顶，楼顶，楼顶。鱼龙，楼顶，楼顶。这边交给你们，帮我掩护我。嗯？没了。补东西喽。嗯，我还可以再打一波再补。看一下时间值升级。压秒一下，十、九、八、七。有三十二，他只开了一发而已啊。嗯，既然你下播记得补血。嗯。刚刚往左吧，啊，楼顶，楼顶，楼顶，打掉了。我刚刚回去补吧，记得补血儿。我去最里面的，我去右边最里面。自己补吗？还是叫社小补？自己补，自己补，自己补，看到什么就补什么。这里还有一包弹药，我找虎包，虎包我放这边，来了，我吃一口就好，哦，我带在身上，我身上有四包弹药，等一下可以让我先补，我身上三包虎包，刚左侧的弹药都拿走了，还没，还有，我都拿走了。那边空了，还有吧？我刚刚还有三包。哎、欸，我吃掉又拿又多拿。我吃了。大金。楼顶。对了对了对了。楼顶了楼顶了。哎呦，小心！哇，一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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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对了！一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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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顶楼顶！对了，楼顶！楼顶！啊，没事。再缺弹药了，我先补。我自己补，我自己补，我去往前。我觉得四包，我等一下要去后面拿。你随便打一个人补就对了。那下一波开始，我也是。第三波我要加地雷。有那个 tools 吗？我要稍微加一点。我去拿 tools。直接去前面捡。我去拿 tools 补那个 sentry。
啊，我这样还来得及回去吗？你找近的吧。好吧。来不及就找近的。我现在还不用啊。好了，我下一波，我下一波我先回去了，我要去烧远。你看一下右边那里还有没有？你刚好看吗？西瓜这波你开始丢那个西风，应该有两个可以丢。要丢吗？先丢吧。我觉得还可以。可是我要揍死你。可以了，还可以。大师 ，three 了。地雷掉一颗。一楼，哦，没这两个啊！我被咬了，头顶头顶，一楼，头顶头顶头顶，头顶，头顶，抓一下脚而已，吃一堆流星。脚流星。队长，你可以帮我补弹药吗？你那里。我在你旁边。谢谢。我去哪？补一下身体。使用第一。看住。稍微压一下哦。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差不多了，啊，六五后面是差不多。我怕那个时间有那个。就里面这间还有东西吗？左侧都没了。左侧没了。吃两口奶。阿成你拿了，我帮你拿了。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各一个。我拿上面拿了，下面弹药。拿了。这种哦，弹药拿走了。这里还有两包弹药，一个补包。等。欢迎校正回归，校正回归。你们先吃了，我跟思雅还没到。应该可以没想到。队长，你等下吐我，抽空拿帮我补一次。好。一个够吗？一个够。楼梯。对了。楼梯。大声。楼梯。你能再补一个吗？我身上还有。可以。头顶，头顶，头顶哦。是大石头。遇到那是。哇，都是小兵。头顶，头顶。头顶，头顶。瑞龙，阿罗秘密，耶，慢一点，可能差一大步。那个，我先走了。还有，欧耶，杰克西，啊，我 miss， 救命 ！Shut the fuck up。狙击手 miss 最可怕的一件事。好，行，那个 miss 就是我可以等社小帮我补弹药吗？我看一下，还是来不及。嗯，直接控制吧，应该来不及。OK， 那我直接找来吃。你要一般弹药吗？还是？吃就对了，不要吃就对了，不管了。没有，我现在是。里面那个门左边还有两个补包。里面那个哦 ，OK， 第六个喽。你是把丢那个吧，再刚好两个，一波一个。之前你的那个Sentry Boy，我机枪刚刚补过三，补过四包。
所以应该是还好。来喽，没有，剩七八，我剩多。楼顶，楼顶，楼顶，楼顶。大致的，我要做什么？楼顶，楼顶。结果你是光丢了吗？还没。等一下，我现在没空丢。楼顶，楼顶，楼顶。那我打不到后面那个，他就丢。对了，而且你的那个坐枪等一下要补哦。嗯。楼顶，楼顶。对了。楼顶。啊！一直跑过来。没事没事。楼顶。楼顶。还有还有，我一直找到东西。我就习惯丢，你丢完房间，你丢完再跑。啊！你丢完再往后走。我回去拿，我来不及，我就往后走。我回去拿兔。我往后走，我去拿。那个一个人，你们阿四，你去前面的门关起来，然后放地雷。哦，最后一波了。对，嗯、最后一波，最后一波。那我还需要去补兔是吗？要要都要补的啊，补。好了，门封起来了。嗯。给你狂吃四包猪肉食，他妈的！关起来，对，还有 C four， 我不要那个，还有 C four。关起来，关起来，地雷架，然后里面那个门关起来，都关了吗？里面那个关，那我全部都架好了。欸，还有弹药吗？我没弹药了。我有两包，等一下。这个门没有了，宝宝。别别别，那边理他，阿神过来，不要到那门。谁要弹药？我一包。你一包。对啊。不要补血，谁血不够？我一包。我要一包。我一包。等一下我。谢谢。我要先老补，先老补。还有一包给谁？吃甜，吃甜，吃甜。嗯嗯嗯。好。哇，老宝。哇！哎呦，做枪友在做事啊！那些是我要做死你。我操，那是我。真的有点。地雷没了，地雷没了。哎呀，退！能退就退哦。我要退一点，我要退一点。那一起退，一起退，都退，都退，这边退。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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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有，那机关回去，然后我们继续升。有人来了。后面还有地雷，我被突到一下。毕业。楼顶，楼顶。我刚才就丢了一个荧光棒，是不是？我那个快没了。没了吗？受伤了。嗯。结束了，哇！那么愉快，那设想你直接回去把有的都帮我补一补好了。啊，最后剩的我再扛。哎呦，哎，是不是还有？没有没有，我这里还有地雷，这里还有那个手榴弹。我捡我捡，啊，你帮我们再补血，那些没了没补血了。话说时间撑得住吗？如果撑不住，就直接回去。不管到了，哎、欸，这里还有子弹，这里还有子弹。我撑得住，我撑得住，我撑得住。真的吗？我真的，因为接下来才是最漫长的。因为一个打，因为打一个我整个人醒了，不好意思。再一个吗？再一个。啊，好。把补完，你等一下应该不会回来吧？不会再经过这里。你打一个人打一个整个人都醒了。Oh my god。Yeah, wait a fuck up, samurai. 之前你 have a city to burn. 不知道他的 bug 修完。Century 四十七，我帮你补。Cyber bug 二零七七。
我帮你，我帮你处理 bug。我记得我看有一个人他拍的影片，就是之前不是阿水，你要补地雷吗？地雷我有五颗，点不用。我看你现在你是多出来吗？我现在还有一个，我帮你跑啊。哎、欸，你把它死掉了。好的。都没了吗？还有剩的弹药吗？好像没有。我觉得没了，应该是都没了。等一下就有了。我前面还有其中一箱有弹药，在路上。嗯，没了。路上慌了。路上我记得我们有一包没有吃，不知道是弹药还是。你说插方格器旁边那个药的那个箱子？哦、嗯。那里好像是古包跟弹药没有接。那、no, 我记得有吃掉一剂的。啊，等一下谁扛那个古的？没有，我们要先去找钥匙。哦，还没有。嗯。接下来是未知的世界。未知的世界，未知的世界。然后前面有一间有怪的，不要看。那个没怪，就有一间门没有进，请。哦。这间有关。箱子，左边头。我找到一个。诶，怎么越爬越高？我说你要查物资吗？还是不用查？我猜有的话，应该子弹一定有怪的。几号？四五二。没有，我只是看到触手走过来，我以为门要开了。没看，不要紧张。没有物资哦。我来了，那是一般打字。不知道，开了才知道。我只照到只有那只而已，你可以看一看。哎呦，哦，被他没死，吓一跳。我好像没有爆到头，但我打到背一样。哎、欸，该不会这就钥匙？应该就钥匙。好，来五包，跟补包，一包。哎、欸，这场你一包你自己这个啊？哦、为什么血那么少？我怎么不知道？哎、欸，那这一件就只有这样而已。嗯。哎、欸，只有工具包。一包，我可以。你然后这有弹药包。为什么？弹药包坚持一次吧。哎、欸，这边有弹药包。把弹药包坚持一次吧。这小包不弹药。这小我也要补。我只有两包。这里还有两包。我这里还有。你，我一包就好。行。还有嘞。还有谁啊 ？Key 不是插住，我是满 Key 应该去最前面来。嗯，最前面。那你要补你的 Sniper 吗 ？Sniper 不用，还有他还有 buff。那谁啊？你给
也西瓜好了，西瓜两个都比较纯。那剩一包你自己选择，看要给谁？因为主武器都满。哇，两个都一百。这天好了，不然还有那个主武器。这点在后面。那我去拿那个工具包。也好。我这边都哔哩哔哩哔哩声。这什么声音啊？等一下，这个雾有毒。这什么声音啊？那是毒物，小心。哭啊！所以我们的除夕在哪？在外面。在我手上。西瓜回来。啊，好，那所以我们。这里还没毒，我刚是跑到前一间才中毒。可是我在这里就有哔哩哔哩的声音了。不是，这里就有没有毒啊？有就有啦，有毒啦，有毒啦，有毒啦，我蹲下去就中毒。你拿的那一罐才有毒，对，你拿的那一罐才不会中毒。这小人，这小军拿包，你没看到已经中毒12%了吗？中毒12%，不是有那个吗？这关没有解毒剂哦。嗯。那等一下谁搞这个？对，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去查房来放客机。错啦，干。放客机在哪里啊？看看，对。等我一下。嗯。等不等死？师姐，这边撑得住吗？我 OK， 我 OK。因为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走。还是你要扛？反正不是我扛，我要探测。那我扛吗？你扛吧，我狙击枪要扣着，不然我怕有大怪。把撤销回来抢劫。有人在解锁的吗？我是西风。我有容锁器。好，那就可以。有三个。这扇门好像是要找东西，然后找几个，然后找到就可以出来了。那种走进去才看得到的。可是中间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不要伸手不见五指的毒物就好。伸手不见五指是还好，我只怕在那种情况下还要手才停那种，我就受不了了。那我要跟着谁走呢？那、no, 你就是中心点，我们要跟着。嗯，那我要怎么走啊？你可以跟着，你跟西瓜好了，你跟西瓜，西瓜过往哪就往哪。西瓜带路。其实就随便了，现在等四小伙。反正你就保存你的前面是西瓜就好了。啊。那其他人会跟着你，不然他就会中毒死掉。好。然后弹药那些。还是要扣一些最基本的，因为最后脱离的时候还是会升官。痛苦。你说的脱离升官是踩到那个点上，我们又开始升官。啊，对对对，不是跑的那种，是我们要脱离的时候。手大点的，对不对？嗯。想一下，明天早上要吃什么？
蛋饼萝卜糕，有点不太想，煎的好油。那你用厨房纸巾把它垫着？没有，我家没厨房。啊，厨房纸巾不是厨房哦，也没有啊。去买啊，厨房纸巾呢？这家里必备的东西耶。啊，没有厨房，所以不会有。不是啊，没有厨房也会有厨房纸巾呢、啊。就那个特别大、特别会稀有的那种，好像没有加旧卫生纸，真的假的？关于化品屁点秘密，我的 PSO2 已经剩下四分之一要摘，我 PSO2 还剩下四分之四要摘。那我觉得那种要看外看模组的，就是要完全开才好。对啊，但是我应该是。我应该是那种全部开最低还会累个那种的，不知道啊，你的电脑应该不行。对、欸，说到这个，我前几天在逛 VRC 的时候，才看到一个超级神奇的世界。啊，那世界就是每个人把，但大家就在 po 说他们的电脑配备自主的，甚至还有甚至还有他的 VR 模型 po 上来可以看。那个世界就是介绍他的电脑。对，就介绍他的电脑。那发现每个人的电脑都超炫的，这样都是 RGB 炫光，真的。啊，还有一个不知道干嘛把电脑穿在身上的，啊，电脑，对，他背后然后啊，就整台电脑可以穿在身上，或是背在背后，那活像那个通信兵的那个一样。原来是通信兵，真的。哎，说不定通信兵后面那个其实就是电脑啊，一大台电脑是吧？那确要讲的话也算是电脑了，是没错啦。那快要比主机还重的东西。而且那一台比电脑要贵。我搬过比电脑还有那个什么。比那个电脑还小，然后又还重的东西，大概就是背源。哎、欸，对啊，那是。哎呀，如果只是拆一个大概拳头大的蜂窝叫消防队来，会不会太夸张？不会啊，很正常。真假？都有人有一只蜜蜂在房间里，都叫他消防队。真假？可以啦，就叫啦。没有，已经被我打扁了。打扁？拳头大的蜂窝是哪一种类型的？就蜂窝，想要看哪？如果是有那种足球状的，通常是虎头蜂嘛。哦，那那种就可以叫。好像不是虎头蜂吧？一般的蜜蜂其实没什么差，你把它打死掉。好像又不是那种一般的蜜蜂，看起来有一点像虎头蜂，可是比较小只。虎蜂吗？虎蜂吗？我不知道，反正虎蜂就很小很小那种。啊，蛮小只的啊，长得看起来比较凶的那一种。虎头蜂应该是属于那种黄蜂类型的吧？对对对，是比较像黄蜂那种形状啊，比较小只，没有小，蛮小只的，没有像虎头蜂那么大。因为一般黄蜂这种攻击性比较强一点。哎、欸，它真的很强，我娘就被叮了一个，被叮了一口。对，啊，因为它直接结在我们那个落地窗的那个开关的外面啊，那个窗户很久没开了，那一拉开，然后惊动他们就，直接开钉这样，然后一晚就弄出来了。没有，那个在那边很久，我们那个落地窗很久没开。哦，啊，我就想说没事，我就去拿了一锅水，然后去泼它，然后把窗户关起来，然后那些蜜蜂超级生气，然后在外面那边狂撞门。一般要干蜜蜂就是先拿一个杀虫剂，让他们无意化就对了。刚好我们没有杀虫剂，因为基本上在家里面最强的杀虫剂都是我。行，人工杀，人体杀虫。对。那每一只蟑螂会被我打到碎掉这样子。太凶了，会死。没有，我只要看到虫我就生气。那独角仙呢？独角仙我不知道啊，我家这边好像没有什么独角仙。行啊，你下次看就直接叫消防就好了，他帮你做。没事，我已经把他打扁、吹扁了。不过，
他们好像决定要回到 原点，再把那个蜂巢煮起来。你就拿那个、啊、去买平常红剂，把那个巢打一打，然后喷一喷，这样就好。他们过几天可能就搬走了。他们已经被那个已经掉下来了，就掉在地上，那个巢已经被我又拿那个拿铲子敲扁这样子。因为他会归巢，会他会记那个位置，然后会回去。哦。那、啊、如果他发现没巢，过几天他就飞走了。行，那看来还是得那个，不然的话就是我照三天抄，照三餐抄他家这样子。也不用了，就把他巢清掉，把在那附近喷一喷上去，过几天就不见了。可。但我觉得照三餐抄他家，他就很生气。对啊，那大家已经在落地窗那边，在被已经在爬了几次了，然后突然把门推开一个撸过去，然后把一只夹扁这样子，太会了。阿斯是断了。完了。哎、欸，真的是这个时间就不见了、欸，完了，那连得回来吗？可以吧？我想说怎么突然不讲话了，然后看一下画面，阿斯怎么不见了？所以就要讲电话等大家。等等，哎、欸，我回来了。嗯，我的游戏有档吗？有，一不见了。我不见了。嗯，一定会不见了。那我游戏没有断掉啊。反正不见了。不见了。啊，嗯、我直接下档重开好了。嗯，完了。可以的，那只要在里面，我的人就会出现。基本上这种不是开房的。出事就还可以。嗯，我现在关麦克风了。那现在啊，一直打，他说要讲，他是挂了，没有，我重开啊。
你中年了。过来了。啊，在你后面。那我爸。你转个身就跟他死。我爸还在。那听助理讲话。我的地图又不见了。没关系，本来现在去的地方也是。中途了。我在中途。是电的。放下来在哪次？放下来在哪一次？你连那个都没读到，那你放下我拿一下，还是不行吗？今天我就是中毒超人，我意思，那我呢？我去，没有啊，就一样啊，我他直接没有，他直接上我在毒区里面中毒。我去那个没有毒的地方，再走回来。哪里 啊？这上面就没毒了吧？对，没有。很渴哦。我回来。有用吗？确诊没有。所以现在读不到这个小真确诊，走吧。我确诊了，不停在扣试。等一下，我在哪里？这里。那还是换我打，反正我都确诊。也是可以啊，只是，可是我爸还讲怎么办？没关系啊，你可以玩就你先走，我们到那边再。你不行，我们再等。走去哪里？反正我们就抱团走。赏他一巴掌，然后跟他说：“你闹够了吧？”哎、欸，不对，我不要喊跑了，因为我现在确诊，我被射一下就死了。但是阿斯 don't give a fuck 啊！我不管，我确诊了。他现在是要去门那里，对啊，门那里。他现在是无敌的。走上面，走上面，走上面。啊！给我第一名。那就这一栋。笑死！他真的是无敌的。但高一点看口味，不会煮那么快。四小不在吗？我先在附近看，反正我确诊。哇，这样你会中毒。里面有怪哦。你真的是确诊？那我先站上面了，你等下来接我。哎、靠，不行哦！你要靠近我们。这个是？还是说我们就待在这边等确诊超人去打？那我先敲，这应该是一般的赛德。嗯。上啊，确诊超人。我在上面啊。这里有箱子。但这里有毒，这里也是有毒。整间都是毒的毒。你咳嗽为什么不会把赛特吵醒？太神奇了！你看得到？你进毒区，它有些有亮的地方，我可以看得到。是确诊超人。一般你趁现在看一下那个任务指标，橘色。哎，是这种的吗？哦，电池了。
电池应该还好。好，我们先走吧。怎么去？这里有那个机缝可以进去。找电池塞进去来重启空气滤清器。那确诊者的我怎么办？你已经没救了。带我工具包。你已经肺部纤维化了。我身上等，我身上也有。那个西风扛一下。我是在粗的。我在我是龙索金。在西风。那、啊、这个嘞，这有人扛吗？啊，不然我扛着，这没有用。好，然后嘞？一开门，然后我可以跟你们分开走。嗯，确诊超人。然后左边有一只。干吗？左边一只。刚好那个上面，欸、这有一个箱子。哦，好毒，好毒。对，欸、左边在上面。那箱子怎么办？你们开啊，我去上面。敲。哦。等一下，上面那个应该会。那个叫什么？我有空间要补杯吗？还是？帮补包。上面有没有毒啊？还是我上去上面？我不知道，我现在确诊已生，我分辨不出来。好像没有，我的确诊在扣。不然吃点哪？吃点，你送我上去好了。啊？你送我上去上面。来，跟我走。等一下再来接我。哦，我爸一直。啊，这里。前面好像，欸，我手要白点包在哪里？上楼，上楼，上楼。靠右边。这上面可以上去吗？站在那边没有毒，应该就好了吧。这里有毒啊。你会中毒吗？会。来，你一起跟我当确诊者。确诊超人，现在你离我远一点，我看看。嗯，我现在没在动啊。没有，我在你远一点，离射远一点啊。有中毒吗？好像没有。哇，你是超级免疫，你是免疫带原则哎。那我们去往下面走吧。你再远一点，我看看。前面有过来。啊，这里有哦，两个门。这里有东西拿。死路。有怪吗？一只。两只。正前方右边一点，一只。I saw it. OK. 那你们之后我去旁边看。去吧，这里。有宝。好早黑。去吧，有宝，去吧，有宝。嗯？他埋在里面。有点看不到。正前方一只。这是大的吗？小的。左边也有，左边有一只。左边是有电脑。
对，这电脑吗？左边的电脑。嗯。朝电脑前进吗？可以，不然你们去朝，我去搜。就人朝人不怕毒。这是几号啊？二级啊。哎，我听到撞门的声音。又是邪门吗？我听到了。但是够了。这二三、嗯哦。我附近有一只怪，可是太暗了，我看不到。我要过去吗？还是？啊，不是，我要帮西关了。我摸黑一下。上来去等招人。啊，这个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IG 哇，这个呼吸声离我超近的，但我看不到。可以用铁锤的圈判断有没有碰到吗？还是？啊，太靠近的时候，它那个圈会缩小。一颗在 I， 两颗在 G， 有电池。嗯。哦，还在上面。我是不知道那个孔要孔的位置要查吗？嗯，好啊。要查好。我查不到。我前面没有搜，都要去搜一下。前面没有搜，前面有个房间没有开的。等一下，孔在24222。所以你前面那个孔，欸，搞不好电池很多颗，要多查一下吧。因为可能这边的电池是要插往后面等门的那个孔。欸，不知道，很难讲。我们现在要查什么？要电池跟 generator 都查一下。都查了。IGG 跟那三个。嗯。电池都在这间号码的。只是看一下哦，这里还有弹药，一路去。不然你们查完就阿莫在挨，好没了，就这样而已。阿莫，你看神身上没有的，去扛一下。可是挨在哪里？不知道。那你们两个就一起动吗？嗯。那个下面撞门的，好像还有路可以走，去打一下，我往前。这边是224，224是那个邪门。嗯，等一下，我靠近他门，我能看一下。哦，对，没事，啊，都不用说。Let's go， go go。
爬上去了。如果吃钱，一转眼就不见了。我找到电池了。你看你要不要先放到？对的啊，对的啊，虚高虚高，等一下。哎，对。你有看到吗？再下去是吧？起风。总之，这个电池放这里，然后主要是我刚不知道进去那边是，F。再查一次电脑，电脑在哪里？上楼这边。哦，对，这里。哦，这里就。垃圾。No。你弄死了，我摔死了，救我！哦，这辆下去了，中毒换成只有一个血，踢到干，两阶摔下去，三爽。路过路上有一个箱子，好，那等下再看。这里应该是没怪，我刚刚一路走过来。那边从楼上进去楼下，楼下，啊，楼下。哪里啊？这里。搞不好你起来那毒素就会那个。这样，我现在在这个池田的血里面，我还是一样中毒。要看会降为80%。没有。有吗？没有。好吧。我是、那个、我怎么直接就几号了？看一下。23。一。21。那你这边探完了吗？我这里都探了，就一个箱子，一个细缝。这个没有。这个门是破圈，但我刚刚全部把它打开。那好，还有后面那边还没对。一个迷路。吓我一跳！哦，这里后面还有一大区了。
啊，这个箱子是 Rex Light。是我那边是橘。之前下去。嗯。西瓜我知道了，嗯，每一个插在电池的地方都是线，我要听到线门的声音。哦，欸，我是走下面，走下面，嗯，欸，不对，走上面，走上面。刘伟民，你那边到底是 F 还是 G？可能你附近有墙壁可以看吗？没有，我这伸手不见五指，我只能摸着墙走。哎，电池。那你应该是 G， 那你就把电池放在选门口。这边的局，全部在哪里？这个是225的戏啊。哦，看到了。那地图上。觉得保险起见，你可能要先去最里面的险，然后一路打出来。也不是这里有挨吗？挨，还有一颗电池。那应该最后一个门这里。进去吧。欸，所以这一区资源超少哎。有箱子，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真的很傻。那真的就是邪门都用地雷炸的。欸，等一下好不好？欸，就我刚讲那包了。这才有糖。刚好有四包。那我这、哦、我这个工具包先。没有，我爸就在讲，我现在关扩音，我现在关麦克风。对，不然没讲。阿斯，你过来一下。他在跟群主讲话。对，会显得发讯息。等一下。嗯。哎，等一下，你先不要补，我去每一个门都放一颗。OK。那可以帮我指个路吗？我就不用一直看地图。你刚放电池的地方。对，我是说前后左右怎么走，我现在是伸手不见五指。可是那边有楼梯，你现在右边，直走，左边。那几个啊？三个门，一个门两个够吗？两个吧。一个低一个高，可是会不会同时爆掉？那我加远一点。然后你后来先来找我，我就剩一包而已了。剩一包，那就先往后探，最后再往前加就好。嗯。对，找电池吧，时间够。什么？看见有触手哎。所以开门的那一瞬间找电池，点门。说电池这间有一个，我知道了，在手上。
好，现在三个门都有了。你决定先开哪一个？先开最里面开始。最里面就这个了吗？我这个是不能放下来，是不是？放下来我们就中毒了。啊，那我只能抱着、哦。啊，我是没他了。啊，这小雷怎么办？等这小回来啊。或者是三个人打。你说要触手这一间吗？你们只有两个人哦。我只探到这个。你们只有两个哦。我手上还要抱这一罐。回来，你西瓜是有储物器的。没有变西瓜、哦。你没有储物器了。而且要是的话，我们要后退一点。或者是这边打开，然后前面也打开，然后三个也打开，然后我们退到很前面前面，然后架地雷。不行啊，太难了。我继续看一下前面那个地方开雷。就是这样，前面的路探完了。那我先眯一下。你会不会睡着？你一定会睡着。啊行，那你爸讲电话，你爸讲电话，那你没办法玩吗？应该是我爸等下问我东西，他要跟我弟讲啊。不然你就反正我们每个显门中间都有空子啊。好行，那迟点一下接我。我要怎么接你？一句。OK。你们那边有可以站的吗？站。就是四周这边站，没有。教室小野当确诊超人，现在去哪里？你要我当确诊，那你至少也让我打完第一道。啊，这有人摔死，对，确诊超人摔死，确诊超人怎么毒都不怕，就怕小石头。嗯。确诊超人在半路。我应该没有走错。没有，往前走就对了。旋转楼梯啊！你起来吧，确诊超人。好，我又起来，我来架地雷。这小雷，没有往这边走。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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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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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直走，左前方。直走，这里是有门吗？直走。那个门应该也可以啊，可是那边有怪吗？没有，这些怪我们都清掉了。那就直走，左前方。对，看到我了吗？楼上。中毒了，危险！那就从这里面开始进了。好。啊，我爸，他换用打字的，靠北。但打字更麻烦，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回。我会在快五点的时候开家族会议。因为我弟夜班，所以你们全家都不用睡，都要看家族会议。没有啊，只有我、啊，他在我还没睡。为什么还有家族会议这种东西？也不是家族会议，他就讲我弟的事情。确诊。
欸，其实好像我也不用特别跟你，因为我一直在中毒。嗯，为所欲为，确诊超人。好吧，我还是跟好了，我眼睛好不舒服。这一下有一个。哎，等一下，等一下，嗯，那我试一下，看不到，这我比较亮吗？你是要干嘛？他已经超雾了，已经雾都看不到了。哪里？这里吗？嗯，我要收哪里？手电吗？这里是可以的。那我先加个地雷，那我过去开门。那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先回来吗？这里是工具包，那还有吗？那工具包，先不要补掉，地雷先加，地雷。而这里有点短诶，这样我怕机枪来不及看，来不及看它。机枪你放里面哦。哪里？我这里，你来我这里放。不是啊，那这样他过来的话就射不到了。你朝这里啊，要朝的门。朝门吗？朝里面的方向。不然就里面一台，外面一台。他如果到时候这个门转过来，就射不到了。那就里面一台，外面一台啊。出点过来一点。主要是你带回那一台是拿来射那个流星雨用的，流星雨不会冲进来。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中毒不是开玩笑的，吃一怕少一怕血。干嘛？有酒性的。那我怎么办？你是确诊超人，好，我还放地雷，你自己要吃补包。换你。我等一下开门我就吃补了。我也要放那个是吗？没有，你放这个门的。你那个给我，那个。这里后面一点吧。你看怎么样可以让他打到下面？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啊。这样会太短吗？不会了。对呀、啊，差不多。那可以。好了。好了。那我开了。那我们要站哪里？这里啊。看这下面到上面都是堵哎。你要关里面的那个钮才关起来哦，里面的。一只，两只而已哦，一只而已哦，前面都炸掉了吧？两只，还一只，死了，往前吧。我捡一下枪，电池给你们，好，我先看里面。好了，哎。所以走下面的地雷炸掉、欸，哎，应该都是好事的。上面的地雷炸掉，你没有怪吗？我怕我扫到怪，一定有。啊，电池，电池呢？秘藏。然后嘞，找到插电池的地方。嗯，进去，进来，走。这个，那个、等一下，要先解锁。卧龙锁机。没关系，我自己解。嗯。哎呦，储物器。储物对。你手电筒换掉了吧？没有。Yeah, 我要手电筒。这里手电筒找不到，你手电筒换掉了吧？等一下，让我换一下。
五八二。雷电柱有出手啊？哎，有 C4 哎、欸，是被我放去的。然后嘞？你们看一下这件是不是有出手？扫不到，我扫不到。这个鼓包是散包的、啊是有怪。先擦一下这个吧。这是插什么？插下去是误会少一点点。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连有出手，连插物的都不知道在哪。哎、欸，我扫不出来，有吧？是有出手，可扫不出来。没有啊？要插吗？嗯。啊，就没电脑。插槽插，哎、欸，没有插槽啊？不是电脑吗？我们要先、欸、不是、欸、哦，我看错了。我们要先找到电脑，或者直接找到它，才知道海浪。好了，开了。来啊！触手在左边。我扫不到，扫不到，不能扫。哎、欸，直接。怎么了？有开吗？我红绿关满了、哦。中毒了。干嘛？我红绿关满了、哦。好慌。哎、欸，这声音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小狮子，小狮子，这个，一只，那是什么狮？我不知道。哎、欸，两只，跑过来了。Loading，好。哎、欸，还有，这里，没有。你必须得下午。那是确诊，那是确诊。走。哎、欸，那我去。等一下。哎、欸，那我拿电池。那我爸突然不讲话，感觉有点恐怖。突然不讲。这是插槽。这不是插槽。啊！中毒。是吧？不是。别动门。就是刚那间。嗯，刚才一间就有点难。有电脑。本来是空的、哦。啊，不是吧？这边只是看来让确诊者的死亡。等等，我确认一下，中间这里嘞？啊，你们去看，我先忙。等等，这里，对啊，这里啊，这里有路。这里。下去吗？嗯，在。等等。哎、欸，等一下，这里有这个。好、嗯。好。有东西吗？还有一小块是黑的。那可能是就不能走的吧。等一下，再绕一下，我看一下。哎、欸，这里有一个一包的兔耳，我直接吃掉了。吃掉。上来吗？嗯。这里右边确定没有吗？右边。不是。哪里？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嘞。哪里？好吧，算了，应该不是的。这里都弄一个门进来的那个挺好的。会不会大石那边？往这边还有很多门。那巨大石那边吧。不对，你快挂了。对，所以我就问你说，到底会撑得撑不撑得住？没有，我没想到刚刚又要等色小等这么久。干，那我滚吧。这里是要往楼上走吗？还是都有门？有三个门可以走。有怪了。没有持续战斗就很容易昏倒。不然我扛，你去战斗。啊，就没有，都要战了。啊？
那就没有豆要站，而且你等一下你爸扣一个，你要怎么办？我在我边站。哎、欸，这个是大只的。哪里？我前面，而且好像两只。那离开一下，你可以先狙。没有，先把门关起来吧。不用不用关，你要把我关在里面，直接射就好了。三只哦。楼顶，楼顶。好呢。没了。我救了，我救了。欸、你把我救起来的时候，我有二十拉可以慢慢拖。电池没那么长。哎、欸，等一下，电池，磁铁后面。这样，我现在带了点电池，不是啊，你们掉点滴。我现在只走，直接查吗？直接查，查就直接出去吗？就要接出去了。啊，旁边有要看吗？哎、欸，有比较少了，高度这边是不会中毒了，马上试试看。这边不会中毒了，没有说上面不会中毒了，你那边应该还是会中毒。好啦，那物资够就直接出去了。我前面那箱的弹药包没有捡哦。弹药包帮我拿来补好了。哎、欸，拿一下。这体会。好。小包。不然。最少你吃一包好了。啊，他就一包而已啊。我刚吃掉一包了。小、啊。怎么办？直接走出去。哎、欸，这里不是还有一个补包吗？确诊超人真的什么都不管，超屌。走啊！想不想当确诊超人？哇，那随时。都我记得刚半路还有个补包、啊，往楼上哦，应该是，啊不是，都小只的，那我递给家下面一点。嗯，哎、欸，读啊。你们要走哪边？就离前面吗？还是你们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刚刚没有很多怪吧？刚才是因为地雷，应该没有地雷炸掉一颗而已。好了，那我就一样，我们就守这转角就好了。等等，哪里啊？我刚看不到。哎、欸，不是守这位置，这位置超烂的。怪物为什么这个位置冲出来？接下来这边路怎么下去？走。哪里？哪里？这里。对，这个斜坡下面。就守这边就好了。那个门。嗯。好，我就开了。那等一下，机枪架一下。我先架一下机枪。那好了。你架那我架。随便啦，直接全部对着门就好。等一下我丢储物机。啊。哦，这边储物都好了。那 OK 了吗？我开了吗？嗯。好。哎、欸，大罐的嘞！哦，好，在我背后。很多。被撞死了，被撞死了！楼顶！谁在做我？啊！楼顶！哇，被揍两拳！哎，打不过嘞！我被揍进一拳！哎、欸，这边收一下。等一下，我要。我要一包补包。好了。
是吧？先走加德古。嗯，是。等一下，好。这里先往上面走看看啊。这个路怎么？你怎么了？他没有，他没有回来，我摔死。哎，从上面摔下来了。对。拉到。他刚才中钻那个。从三楼跳下来，偶尔死于武汉肺炎。没有，武汉肺炎没有百分之百致死，他只是让你变得快死掉了。但从三楼掉下来，倒是因为。那这样算是因武汉肺炎的死还是？哎，这有五包。几包？有几包？三包。有怪啊！哎，助手。助手。特别的、特殊的、特殊的，狙掉吗？你背吗？对。他狙了。有小怪哦，表。关门，关门。没有门啊。哦。楼顶。楼顶。后面还有怪吧？好在他在楼梯上，不然我就直接出发了。我先吃掉一包就不够。你们先吃吧，我自己看。那这个一般的小食物器能够除毒物吗？可以，但是所有烟都除掉，但对我来说没有用。你们是确诊超人？哦，对，还有阿猫。阿猫，我要，我要一包。那你吧，你直接过来吃了。走了。等一下，等一下。哦，快！你在干嘛？我要拿三个东西。OK、哇！我们走上面啊。嗯嗯。这是两条路的意思。嗯。天又雾又亮，是在哭我。我这有一个新的门。有点多少？嗯，没有用。一百，那就放着不要管了。我等你们来吧，我不知道在后面有没有。那应该是阿斯那边的，这边死路。嗯？直接变五十发。嗯，我跟他已经一下子就跟丢。给八号司令做啊，第五座。哎，干什么座？左边吗？左边？右边吗？右转。香槟。一什么二啊？童子军啊！一二。哎，没事。三个白点。他们呢？这边还有一区黑的，没关系，我觉得都在门后面。往前走喽，就剩这里，左边。那里有一个箱子，我看。可是我箱里有东西。哎，出息，我有了。小子，等一下，那我丢一丢。不是三只哦，分的有点快。上来确诊超人，眼前那个是最右，左边还有两只。另外一只我没看到。啊，终于有电了。楼上吗？还是这里？这今天几号？225。
他一直在楼上，我信。应该拼得到那个吧？嗯，在哪里？我拼了。后面。走吧。后面。那个你有看到？你有看到位置哦？大概。那你带路一下。对。我没看到。这好像有怪。阿石那边有一只。在前面这附近。这附近。啊，知道。哎，会不会是隔壁间？我刚刚看在这个方向。在D，这是D吗？这里吧，西上面吗？上面，这里。哦，隔壁间。隔壁好开了，有怪哦。这边是不是没有雾啊？还是有？这个吗？哦，插下去了。哪里？那这个箱子旁边有一个怪。不要了吧，不要理了，走出去。哦，旁边两个怪才。不要理了，出去了。走了。我怎么觉得雾有变少？有，变少一点点。我们的任务就是除雾。可是有变少的。有啦。为了减少更多的确诊者。这地方确诊者都打黄针。针，可是仿针会导致动更多堵了。嗯，门睡门在楼下。嗯，门在楼下。楼下吗？这不就刚刚我们进去的？哎，好。对啊，我走错了。那就是往楼上了。这种，我丢过的。差点又摔死。Hello， 走。去最后一间了。我爸好像没讲话了。你爸也睡着了。讲到睡着。不是上面这样。谁又跑出圈外了？没有，是我。哈哈，是我啦。确诊超人。是你吗？是我。走吧，你跟西瓜走，我跟你走。这边有一个野生地雷，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没架好，所以我再多加一个。但你帮我照一下，我现在看不太到。谢谢。哈哈哈，吃点，哈哈哈哈哈，已经中毒越来越深了。吃点是，哈哈，笑得那么开心。他走路走好像有点喝醉酒。我是真的快昏倒了，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好了，我架完了。枪架哪里？直接对着门好了。对，要有点距离吧。我们没有人要在哪里？没，枪就直接对着门，开打就好了。对，我在这边。等一下啊。除物的我丢我们这边地板，那我这边丢丢几个？我丢一个，我偷一个，再偷一个，好了吗？好，来了，嗯，啊，你可以放下，我已经放下了，有丢除物了，来喽，
还有。里面有个白点，也不知道在哪里。应该就没了吧？照，白点照我这位置，也不知道在哪里。不要理他。啊，电池啊！电池呢？我刚没看到电池。好，走。好毒，好毒！哎，这个补包我自己扛着。你们在哪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对对对对。我这什么都看不到。哦。我连那个队友的名字都看不到，那你要不要当？确定这个？哇，太白了吧！这里不是绿，是超白。太白时代。阿莫，阿莫，阿莫，啊！等等等，试一试，试一试。谁要？两包我。那我两包一包。眼前一次过来。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不是大只的？哎、欸，阿石前面，小子的小子，小子。This fuckers。啊。这是应该在。有楼下哎、欸。小心不要掉下去。前面还有一只哦，前面还有一只哦。哪里？那我说死亡。感谢就先往前面走，不会在上面吧？帮我们上去看看。上面有毒吗？上面好像没毒哎、欸。小心哦，小心哦！哇，没毒哎、欸。那什么？哎、欸欸欸，一只一只，正前方有宝，所以这也不用放，不用拿，不用抱这个了吗？我先放一下。这么果断？哎、欸、哎，怪、欸、人。刚这边是有宝，在哪里？哎、欸，我捡了。刀，有触手，有电脑，哪里？List， 我在这边等你，等你查出来。我电脑太画面太晃，我看不到。6685，六八五，六八五，找六八五，拼六八五。你只要拼出来，有了。再不，啊，出走这间，你应该可以直接狙，只是要先看一下是不是。不是。咒死你版本。看不到。我如果把它放上去会怎么样？普通的，拜拜。放上去会直接出事吗？没有，是飞机点才会出事。这里，上去，哪里？哪里？好，好了，回家吧。啊，几点？我们快要解脱了。哎、欸，十天，十天不行了，十天还在吗？嗯，走了，快解脱了，最后了，最后了。欸、我把储物机丢到哪去了？等一下，来点钱。对对对，我们要回起点。没事，我抱着走吧。你确定这中间不会出事？不会，出事的话，你刚插一下就出事了。
怎么还这么臭啊？被臭的呢？嗯，有箱怎么开？这箱子有箱怎么开？我开，我开。战术规则。地雷，地雷。我拿，我拿。走太快，两拳遇到怪物。没事，阿石确诊超人。没错。Don't give a 武汉肺炎的 fuck。But 你，except 武汉肺炎 ，everything。我刚中间是我西凤吗？我忘记在哪一个下。楼上。我上次是没有读，啊，现在是有，有哎、欸，我就是刚才在找在这里挂，现在这里也有读。我是站到上面去了。哦。所以他储物走上面吗？阿石下去了。哭啊！所以他储物是储去哪啊？下面。那放电池，放电池，那空气滤清器根本没有用。啊，这里有毒吗？有啊，这里有毒。哎呦，干臭啦！干干干，那干那干。这里，你看这里，啊这里，哪里？哎，我看不到啊。这里。哎，徐光先不要动。哦，看到了。这一区没看过哦。这区没看过？有啦。你当掉了关系。我断线。突然知道你们刚才在我一个弥留状态的时候爆那一关是什么状态、啊？点不要踩上去哦，不要点不要踩上去哦。我先加地雷，加地雷。我地雷要加哪？你加我这个点，这里。我加高一点。啊，另外一边怎么办？加那个地板掉。另外一边怎么办？什么另外一边？对，还有那半边。我放啊，我还有。这里不会中毒了吗？也要补弹药吗？这两包。我不用，我弹药很多。那你帮我补啊，我补那个主武器的。哎，会啊，有毒吗？有毒。没有吧？有毒。我没有增加嘞。可是我刚我有增加。可是我有资。那你跟之前各一包。这边，我有两包 medic， 现在这是最后了嘛？那就吃完了。嗯，最后了。等等，我们机枪要放同一边还是放两边？边。啊？两边。好，那石田，我是建议从内往外射，不要往我们这边射。我知道。啊，石田，你看一下我这个方向。你就放在圈边就好了。对，这边。后面。就左半边给你放。哎，藏去了。Sorry 啊！放。哎，那补包补哪？放哪？我自己，直接放地板就好。啊。对，在那里。那你踩上去就直接出事了。一个，是吧？过来了。社长，你又要被那个打死是不是？大致的。可以。左边然后拿过来吗？我左边然后拿过来吗？不用。好大啊！防到右边。本日枪塔 MVP， 一枪干死这小孩。楼顶。绿了，哎，过关了，哇，终于三小时，差不多了。对，痛。
好，我可以睡觉了。嗯，大家可以睡觉了。两颗，这是什么？哎，睡了。可是没有追男的。没有，因为我们在这个周大家可以捡到也是没有加的。Special damage， 哇，这我这把我这个大哥的他是直接增加我的副武器伤害26发，副武器伤害26发，哇，那你副武器拿 sniper 就可以直接把一个满血人打死，满血人直接打死，对，没事，我刚才用我的塔座把四小队打死了。下次可以试试看是哪个。嗯，各位早安啊。各位早安。早安。我已经爆那一关走路走到弥留了，我刚才基本上是闭着眼睛在走啊，笑死。跟我差不多啊，我也是。